很高兴又在这个地方跟各位投资朋友见面了，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我们的赢家百分百，成为一位百分百的赢家。那当然了，马上就中秋节了，所以我梁老师在节目一开始，我要祝全国的投资朋友中秋节快乐。那当然，各位投资朋友，先前我梁老师我曾经休息了两年，退休了两年，很多投资朋友一直要我梁老师复出。好，那7月21号这一天，我梁老师终于怎么样，又上运通的节目。可是让很多投资朋友在这个地方可能会认为啊，我梁老师在休息两年的过程当中，哎，梁老师啊，你功力会不会退步啊？好，很多人都说，梁老师啊，你这两年在做什么？各位投资朋友，我这两年我也没有闲着。很多人都说，梁老师啊，我很担心你的功力会不会退步。所以各位投资朋友，我在一上台一开始我就推出哪一只股票，日子，结果日子六根涨停，接着好，我老公梁老师啊，以你的实力好像怎么样，不止六只涨停嘞，你说的一点都没错。所以紧接着我要推出哪一只股票，松上，结果松上11根涨停。但是我梁老师在这个地方我要讲一句很实在的话，如果以我梁老师来讲的话，如果我的股票只能6根涨停板，如果只能11根涨停板，那我简直怎么样，白混了。你以为我这两年我在做什么？假得跨不抓，各位投资朋友，你不要闹了。中秋节，你快不快乐？中秋节真的很快乐。我讲过啊，如果我梁老师的股票只能6根涨停板，如果只能11根涨停板，那我梁老师不要混了，也不要混不出了。当初啊，我还记得我在讲这一只股票的时候，不要说是你，很多老师拢在讲，啊，这支股票是什么股票啊？F 科技啊，没听过呢。很多投资朋友告诉我梁老师，梁老师啊，为什么你要报这个股票？其他老师都在报宏达电、鸿海、台积电。我说，我不是说宏达电不好，我也不是说台积电不好，我当然更不是说鸿海不好，但是股票会不会因为你没听过它就不涨？我讲过，我梁老师保留股票，不管是日次，不管是松上，要基本面有基本面，要技术面有技术面，同样的这个股票也没有例外。当初我有没有告诉你，这一只股票的 EPS 比高桥还要高？我先前不是在介绍高桥吗？结果高桥6根涨停板，跟智齿一样，对不对？那很多人没有买到智齿，很多人没有买到高桥，很多人也没有买到松上。我讲无要紧，我今仔日我阁介绍你一支股票，叫做啥？叫做 F 科技。当然，当时我是盖牌的，第一天我盖牌。可是呢，我告诉你，它的股本比高桥小 ，EPS 比高桥高。各位投资朋友，我都印证给你看了，而且最重要的，当时啊，在 F 科加这一支股票32.7的时候，我说法人还没有发现哦。我现在怎么样？你现在还买得到？当时啊，32块的时候，我讲法人还没发现，你现在还买得到？我当时还讲了一句话，我说怎么样？法人如狼似虎，法人要买的股票非要买到不可，你到时候再跟他们抢，你抢得过吗？所以，我当时我告诉你，法人还没发现哦，我偷偷告诉你哦，现在还买得到。当时啊，8月11号32块，有没有？多少的老师在网络上笑我？
多少的投资朋友说，欸，梁老师，你进前报的日驰不错啦，双上也不错，高桥也不错，单金也不错，但是这支股票，梁老师，我真的没听过，日驰我没听过，双上我没听过，高桥没听过，单金没听过，这支股票，哈，F 科家我没听过耶。我说你不要想那么多嘛，我梁老师跟你讲的股票要技术面有技术面，要基本面有基本面，你在怕什么？结果8月11号盖牌，对不对？第二天我就先牌了啦。8月12号 F 科家涨停板，接下来 F 科家13号涨停板，接下来15号够涨停，我的功力有退步啊，有吗？过来，再一支，5分钟一盘叫上涨停板，5分钟一盘叫上涨停板，5分钟一盘照常涨停板。那当然了，解除5分钟的这一种限制之后呢，这一支股票，怎么样？干活了，对不对？干活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？到了9月2号这一天，科家总共几次涨停？从我讲完到9月2号这一天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根涨停板，对不对？我说我的股票如果只能涨6根涨停板，只能涨11根涨停板，那我梁老师不要混了。为什么我梁老师在这个市场上能够待这么久？各位投资朋友，9月2号13根哦，第13根哦，第13支哦，这是今天，还有几支啊？你们帮我算啊，之前怎么样？好，之前到9月2号这一天，13只涨停。那今天再加一只，到今天，各位投资朋友，你帮我算一下，这个中秋节你快不快乐？今天多少啊？今天客价多少啊？60块，不会吧？哈，那我第一天跟你讲的时候。啊，各位投资朋友，才多少钱？我们拉近一点 ，F 科家32块，给你多少啊？再给你，好，再给你，各位投资朋友，扣掉周休二日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这支股票32块，给你多少？60块。我梁老师休息2年，休息是休息。但是我讲过啊，我没有闲着，而且当我付出的时候，很多投资朋友问我梁老师说：“梁老师啊，将来还会不会有标股？”各位投资朋友，如果市场上不会有标股，那我为什么要付出？而且今天我可以讲一句话，各位投资朋友，今天到了这个地方，我梁老师付出将近一个多月的时间，我可以说啊。我如果说自己是第二名的话，全市场没有其他老师敢说他是第一名。梁老师，你好大的口气，对啊，癞蛤蟆打哈欠啊，好大的口气啊。当然我梁老师不是癞蛤蟆，哦，但是怎么样？我想问梁老师啊，为什么你解盘的时候，你上节目的时候声音那么大声？我说有一句话你有没有听过？有一句成语你有没有听过？理直气壮，理直才能气壮。我说老师，你解盘，瞎，那帮啊，赶快，对不？没有信心。那为什么我梁老师我在上节目的时候，我这么有信心？今天几支啊啦？
好，进前，进前几支，进前，进前十三支，今日搁加一支。观众朋友啊，中秋节真的很快乐。有人讲中秋节之后会变盘，我从来不讲这句话了。哦，有人讲韦老师有没有这几天一直在告诉你中秋节之后会变盘？我是唔捌讲过这种话啦，但是呢，中秋节之前。你看到谁在表演？拉近一点。那中秋节之后呢？中秋节之前啊，你看客家表演对不对？你看客家表演对不对？中秋节之后，我跟你讲换人啊啦。中秋节之后，看这一支股票。表演这一支股票会不会取代科嘉？我所写的每一个字，我都会印证给你看。当时我怎么跟你讲？我说科嘉这一支股票，专期底无人你讲哦。科嘉，我说怎么样？我给你一个字，标。我有没有印证给你看？中秋节之前是不是看科嘉表演？那个表演个未歹啊，吼，个表演个未歹嘛。可是呢，中秋节之后，换人啊啦，换什么人？换这个。话我讲到这个地方，我所讲的每一个字，我所写的每一个字，我都会印证给你看。中秋节之前看科嘉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中秋节之后，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中秋节之后换人啊啦，换人了啦。那这一只股票会不会取代科嘉？我告诉你，你中秋节之前是在看科嘉表演，对不对？我常常讲，看戏的人敢赚的，赚有着钱。看戏的人赚得到钱吗？赚不到，不但赚不到，还要花钱买电影票，对不对？你要当怎么样？你要当主角。好、哦，观众赚不到钱，还要花钱，钱都被谁赚走了？演员嘛，主角嘛，对不？中秋节之前，你看客家表演嘛，你是怎么样？你是观众嘛？结果你看了半天，一支都没买。哎、欸，三十块起个给你多少？六十块啊嘞。可是呢，中秋节之后，你记住我一句话，你记住我的话，好，对你绝对有好处。这一档股票会不会取代客家？这一档股票会不会跟客家一样？中秋节之前看客家表演，对不对？个表演还袂歹嘞，哎，这支股票哈，表演都还不错，对不对？中秋节之后，我跟你讲，换人啊啦，换人了，你知道吗？来，今天中秋节一律团圆假，祝大家月圆人圆钱团圆。很多投资表今年可能没有赚到钱，还亏钱。啊，我讲讲讲，你想不想跟你失去的钱再团圆在一起？所以今天为什么我要推这个方案，欢庆中秋节一律团圆价？什么叫团圆价？你赶快问我的助理好不好？月圆人圆钱团圆。如果你是在礼拜五加入的话，那么接下来三天你好好去度个假，礼拜二记得回来。好、哦，如果你是礼拜六。加入的话，那你好好去吐两天假。如果你是礼拜天、哦、加入的话、哦、如果你是礼拜一加入的话，下礼拜一嘛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没有时间度假了。为什么？时间紧迫。好、哦，进前跟你讲，科嘉还买得到，你不买没？好、哦，结果呢？各位投资朋友，你如果你想想看，如果当时啊这一天你有听我的话的话，哦、你有在这个价位的话，哦，哎、欸，这个中秋节呢？哎、欸，你快不快乐？你告诉我快不快乐？啊，如果你在这个地，我们拉近一点。如果你在这个价位，好、哦，你有听我的话，今天，啊，你快不快乐？我再说一遍，中秋节之前看科嘉，中秋节之后换他。话我讲到这个地方，中秋
解了这一个专案，什么叫团圆假？你赶快跟我的助理联络，我们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回来，谢谢。超级城市 Super One， 有梦向前冲。超级城市 Super One， 成家真轻松。新版九分钟，交通八大通，环听公园成乐活在其中。新北第一，超级新版城，万坪造镇，全民轻松买。超级城市 Super One， 超级 Super One， 成家真轻松。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，也是门良心的事业。固德投顾拥有期货、股票双证照，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。入会咨询专线02-2578-3000，2578-3000，最专业的投顾，固德投顾。用心，用心还是用心，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。也只有用心，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。免费资料索取专线02-2578-3000，2578-3000，最用心的投顾，固德投顾。当您投资失利、求助无门的时候，别失意，固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，专业投资帮助您，拥有期货、股票双证照，是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。入会咨询专线02-2578-3000，2578-3000，最挺你的投顾，固德投顾。头痛，请用五分钟。爸爸，欧派气密窗，专利复合式导块，水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.5倍。有了欧派气密窗，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，在家里打鼓也是白用。吹气听，先用气听五分钟。欢迎各位投资朋友再度来到第二个阶段。条条有人问我梁老师，梁老师啊，你的节目，好，你的节目为什么要叫做赢家百分百？那为什么你后面这块扛棒写第一标股梁？哎，你俩尊公后面写的哦？你以为我节目名称随便取的啊？你以为我后面这个扛棒我随便写的啊？各位投资朋友。我梁老师，我进前虽然休息了2年，但是呢，很多人都说梁老师、啊，你的功力会不会退步？嗯，干部，8月11号这一天，当我在介绍 Apple 科家这一只股票的时候，它才多少钱？我们拉近一点，才32块。我你上我上，当初是我咧高价，加减买几张啊嘛，有好无歹嘛。啊，真侪人讲啊乱，阿亮老师，这什么股票？我没有听过哎，我不敢买哎。亮老师，你怎么会介绍这一只股票呢？亮老师，我还担心，哦，这2年你的功力退步哎。你想太多了啦。三十二块还讲客家，爱不客家？八月十一咯，啊，811有没有？好、哦，今仔日嘞。来，我们拉近一点。较无一个月，这股票自32块，今日60块 ，double。今天大盘还跌了20点呢，无大劲。常常有人讲梁老师，我认为吼，我觉得吼。光看你的股票，我不觉得大盘是跌。要是我跨链高票哦，我不认为大盘是跌。今天大盘怎么会跌20点呢？应该是涨200点才对吧？为什么？因为今天科家涨停板。你看那光马是有道理的。要是啊，从你的股票我看不出来大盘是跌。我看你的股票，我还以为大盘这个地方写错了，应该要涨200点才对。我们不要耍嘴皮子了，
吼、哦，较无一个月时间，何里上何不上？今仔日八月十一号，吼、哦，八月十一号，三十块的客家，今仔日较无一个月，是毋是较无一个月对嘛？吼、哦，六十块，十四支。进前啊，科嘉十三支涨停的时候，有个人在笑讲：“哦，十三支，啊，都是跋筊哦。”十三支，足好笑的吼、哦。好来，今仔日第十四支，十四支归十四支啦。如果你当时吼、哦，你八月十一号这一天，你没听我的话，哈。今天就算科嘉涨到一百，我没有说它会到一百了，我是说，如果当时科嘉三十二块的时候你没买，今天就算它涨到一百，那又怎么样呢？你高兴了起来吗？那相反的，如果你在 F， 你在八月十一号这一天三十二块的时候，你听我的话，你听我的话那么困难吗？你就听我一句话，对不？这个所在。到今仔日，中秋节是不是真的很快乐？你不要看今天大盘小跌二十点哦，很多股票哦上涨，上市公司涨四百零三家，哎，还是有人跌哦，跌了三百多家哦，上柜公司三百家涨，三百家跌哦。有人这个中秋节还是这么安暖，还是足无助的哦。我希望不是你啦。好，可是呢，我们再回过头来，我蓝光雷老师有没有时光机器啊？让我怎么样回到八月十一号那一天，我要大买科嘉啊！拍谁啊？没时光机器啊！好、哦，很多人都说，梁老师啊，能不能让我回到八月十一号这一天，我一点穿大钱来买这支股票，可能吗？可能回到过去吗？过去已经过去了。三十二块的科嘉已经过去了，今天六十块了。可是呢，我告诉大家，虽然，哈、哦、科嘉表现未歹，对不？什么表现那个未歹呢？占市场第一名。我说中秋节之前看科嘉表演，对不？那中秋节之后呢？哇，狼啊嘛！可是呢，你要注意，你不要怎么样？中秋节之前，你在当观众，你就看了科嘉一直飙起，三十块涨到六十块，观众能赚钱吗？一毛钱都赚不到，谁才能够赚钱？演员嘛，你要参与嘛，对不？好莱坞的大明星，一出手一出手，几百亿几百亿，为什么？你要参与嘛，你才要参与才能够赚到钱嘛。你不要怎么样？之前你看科嘉对，之后你如果继续看他，你还是赚不到钱嘛？你要怎么样？要参与，要参与。就像怎么样？三十二块的时候，你要参与嘛？参与什么股票？参与 F 科嘉嘛，对不对？三十二块，你要参与嘛？今天，哎，今天怎么样？这六十块才是你的嘛？中秋节你才真的很快乐嘛？中秋节之前看科嘉表演，对不对？好，中秋节之后，哈，看这支啊、哦！我当时在这个地方科嘉，我有没有写一个字？哈，你以为我你俩准我二百下来哦？你俩准我二百下来哦？各位投资朋友，同样的，今天这一只股票，我又写这一个字的。我说这一只股票会不会取代科嘉？你不要科嘉没赚到，你这一支股票再没赚到的话，中秋节没赚到，中秋节之前没赚到，中秋节之后又没赚到。今天进来的投资朋友，记得跟我的助理要到这一份资料。好，欢庆中秋节，今天一律团圆价。什么叫团圆价？你赶快跟我的助理联络，好不好？月圆，祝大家月圆，人圆钱团圆，办好手续之后，好好去度个假。礼拜二一大早，你还买得到啦？跟科嘉当时三十二块买得到一样，哈！礼拜二一大早，各位投资朋友，你再不进场的话，飙起你！你不要说我没跟你讲，好不好？科嘉没赚到没关系，我说过，科嘉中秋节之前看他表演，中秋节之后，哇狼啊啦，哇狼啊啦！
中秋节专案，好好把握，祝大家中秋愉快，赚大钱，谢谢。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好，谁说了算？我是物流专家，让全球热爱 MIT 产品。What's okay? Very good. 我是 Dr. Beauty， 让世界都变美。我是 Happy 达人，让香蕉皮变成抗忧郁保健食品。自由经济示范区才是台湾的潮，既在地又有竞争力，一起潮吧！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。也是门良心的事业，固德投顾拥有期货、股票双证照，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。入会咨询专线02-2578-3000，2578-3000，最专业的投顾，固德投顾。用心，用心还是用心，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。也只有用心，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。免费资料索取专线02-2578-3000，2578-3000，最用心的投顾，固德投顾。当您投资失利、求助无门的时候，别失意，固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，专业投资帮助您，拥有期货、股票双证照，是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。入会咨询专线02-2578-3000，2578-3000，最挺你的投顾，固德投顾。头痛，请用五分钟。爸爸，欧派亲密窗专利复合式导块，水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.5倍。有了欧派亲密窗，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，在家里打鼓也是宅友。吹气听，先用气听五分钟。做得公倍啊，我已经找到合格业者将我那块被污染土地整治好了，但是最近有一个神秘人要用高价租我的地，我刚每趟周一土地乱租给不明人数，真危险哦。有些人像业者会租土地来晃住了灰瓦晦气物，所以土地除了不能乱租，地主还要常常巡逻出租的土地，那么会造成的污染，地主还可能被关，而且最多可以罚款300万元。行政院环境保护署欢迎您。亲密窗专利复合式导块，水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.5倍。俄牌气密窗02-9871111，只有晶片护照享有140。